的妈呀，这也太带劲了！我这可真是清水出芙蓉，天然去雕饰，谁能有我美？完犊子了，又跑偏了。静啊，今儿看你怎么有点怪呢？哪嘎子怪了？怪可爱的呢。你又说那话，静啊，人家哪天不可爱呀？静，那我今天问你几个问题呀？你说木头做的门是什么门？木门。那铁做的门呢？铁门。那幸福做的门是什么门呢？幸福门。不对，是我们。真膈应人，你没话了吧你呀？静啊，我今天终于鼓起勇气向你说三个字，我爱你。找个大庆的就嫁了吧，我能给你个幸福的家。隔夜都租房子住，你说你扯那犊子干啥？你过来，借我老底儿干啥呀？出去。不是静啊，你看你咋还急眼了呢？我今天来呀，是找你有正事儿，大喜事儿。你的梦想不就当一名影视明星吗？废话，我跟你说啊，今天你的梦想马上就要成真了。我托我老多关系了，给你找了一个大导演，上午把你资料送去了，人家下午就相中了。导演说就要找你谈一谈女一号的问题。啥？还啥？说要来找你面谈，谈一谈女一号的问题。我的妈呀！哎呀，我不是你这。静啊，静，是你，你，我的妈！静，咋的了？激动了！你吓我一跳，我以为踩电门上了，你给我吓的！哎，你我别激动，静啊，好看吗？我这一会儿导演来呀，好好试戏。静啊，静，哥，呀，海洋在呀，邓哥，静啊，小翠你还有没有印象？有，我小学的同桌。嗯，这不是吗？听说咱哥俩开个传媒公司。你说要到这上班呢，我还不好意思回绝。那就来呗，来就得了。咱们公司缺人，他来行是行，你关键他这人说话嘴太直了，我怕你们不习惯。嘴直心肠都好。对呀、啊，我说话就直，这来就晚。请问这块是兄妹传媒公司吗？呀，小春来了。哟，小豆。小春。小豆。小豆，哎呀，这家伙，哎呀，这些年没见面，你一点都没变。你瞅瞅，那你是胖了还是肿了？这是？我这是敷呢了。敷呢了，可不能再吃，这咋胖的像个鼓似的？要再吃的话，烫你不还得爆炸呀？姐，说话太幽默，说话嘴还那么直，你说？我没夸完你呢，看这头型，后边流光，前面一堆，你好像那忍者神龟，你好像。哎，这谁买猴？这。说谁猴呢？没看出来呀、啊？那人呢？我就是人呢。我以为你买的宠物猴呢。哇，你咋瘦这样呢？就你这样的啊，上高速公路车都不敢压你呀、啊？为啥呀、啊？怕扎胎呗。你谁呀？跟我这么说话呀？你谁呀？我谁啊？说出来吓你一跳。啥？我乃成功人士，可以这么说吧？业务比较繁忙，这30多年呢，给我忙的呀，简直就是没睡过成宿的觉。你猜我干啥呢？打精的。哎呀妈，猜对了。哎呀，我要是没猜错的话，这屋好像还有个人呢。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我瞎呀，我看不见你啊。这谁？哥，这是谁？这是我妹妹小静吗？啊，这小静。嗯，小静有印象。那小时候那家长得，哎呀，像小苞米似的。埋了不胎的黢黑呀！你看这是人肉，上哪说理去？女大十八变，你看人现在变的，不好看，那变的。这咋说话呢？这是啥？你这话呢？我
我知道咋说，你看这姑娘现在割蒜皮了，对，你美容了，是不是？是比以前强点？那你咋割好几层呢？大蒜皮割的还挺宽，我跟你说，到老你得后悔。这几层蒜眼皮子到老之后，你知道吗？弄宽，那扒拉下来像卷帘门似的，你知道吗？肯定都得后悔。你知道吗？隔一身毛，你还说我是猴？不是，说你猴呢？静啊，你别生气啊，别生气，你说话注意点。瞅着样，他俩是谈恋爱的吧？哼，就这么恩爱。妈呀，真应了那句老话了，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。你说谁是猪呢？不是。静，他说你是白菜，说我是猪呢。我化妆去了，哥。去吧，去吧。蒜皮多画点眼线啊。静啊，你别跟他一样的啊。